沙田喺前一晚嘅联赛失分之后咧，愉苑亦都需要为佢哋喺护级继续挣扎噶。主场迎战大埔喎，场上方面都冇乜点样大改变嘅。至于大埔方面，虽然下周三主场出战亚协啦，但系阵上亦都冇大嘅改变啊。史艳威咧博到一个自由球啊，苏维强开出，安基斯做一个掩护，叶佳后上，但呢下过唔到张伟康关啊。呢下个球咧，余浩邦解围啊，但系睇落咧都差几乎差一步。上半场咧就暂时打成0-0。赛事嚟到下半场啦，叶佳面对住余渊两名守卫都出到个波喎，去到小禁区啦，呢下混乱之间咧，张伟康接翻成个波啊！李元威哇杀到个禁区啊，呢下地不传埋去，陈立明咧先射后补俾佢先开纪录嘅一场波，大埔先开纪录啦。比赛暂时1-0啊！陈立明近期在大埔的赛事上面得到不少的出场机会啊！你下叶佳个远射识中柱状弹翻出嚟，大球正吹罚咗叶伟啦。落后的余苑当然想追成啦，追平战局啦，方便打好啲啊！呢下高发一个远射，可惜略门而过。苏丽强斜传俾咗右边嘅杜汉涛，呢下有地方传埋去，可惜史建威食唔正个波。继续睇翻呢边鱼鱼嘅攻势啦，李振业，佢有高凡，由底线带嚟中间过咗几个球员啦，都系决定者嚟，但一下都唔中目标。我呢下咧博大雾都差啲俾大埔球员成功啊！杜汉涛面对住鱼鱼嘅守卫运。佢一个都能够俾佢转身过到，郭荣生呢下一射都俾对方球员解围嘅。孔基斯斜传俾呢边空晒嘅后边入替球员惊腾，俾咗后边郭荣生，后边个传中，话呢下虽然唔系几个力度，但系都差啲阴到张伟康嘅。明哥交咗俾高凡一条单刀机会，但系李昂豪快人一步啊！苏丽强呢下自由球都相当之劲薄。高凡你话决定自己射埋去啦，虽然弹出咗啊，但系唐晶咧认为球波过咗八界啊，于是咧。圆圆就趁呢个机会追成平，入球球员咧就系高凡啊！圆圆嘅球员相当之高兴啊！喺呢边叶佳 ，sorry 安基斯嚟嘅，博到对方球员犯规啊！球证又。咁罚圆圆球员一名黄牌之余咧，大埔亦都有一个自由球嘅机会。呢个角度都窄窄地啊，但叶佳照样射埋去。2-1嘅比数，呢场波去到法定时间嘅补时阶段啊，大埔领前2-1。呢个入球咧都几乎可以锁定个战局噶啦。
好，最后战果咧，大埔以2-1击败主场嘅愉园，前取三分之后咧，继续排喺联赛榜嘅第四位。我谂系场地唔系好惯啦，因为可能今日个场地咧又比较湿啦，同埋跣啦，咁大家嗰、那个习惯性又唔系好好，我相信。同埋今日系我谂系一个漏洞啦。咁啊，成場波我相信都係高凡一腳起腳，咁啊致命啊！咁但係我哋球隊都冇放棄啦，最後尾嚇，即係保持三分鐘都可以繼續去爭取，咁啊搏到個罰球，最後尾我哋贏到波，我覺得係球員嘅努力啦。咁其實愉園一向嘅失波其實有幾多，但係呢場波只係臨尾嘅時候先入第二球，其實嗰個前線係咪有咩問題？我想我哋前锋上半场嗰个表现唔系咁好啦，即系中前场嗰个配合啊打法唔系咁好啦，但系下半场又改善咗嘅。咁始终系嗰句啦，我哋嗰个埋门嗰下咧就处理得唔系咁好。咁另外亚协杯方面咧，就对住泰国啦，其实会话因为呢场波咧，就因为会流力，就对住泰国。某部分部署会有嘅。例如趙俊傑啊咁樣去今日做後備啊，咁都係流力去禮拜三場波，咁啊希望我哋球隊可以兩邊都兼顧到啦。咁其實完咗呢個作客嘅之旅啦，就下場嘅聯賽咧就會翻翻去主場嘅。咁其實會唔會話有信心可以喺聯賽嗰度攞多啲分，跟住可以應付亞協杯？我相信我哋對每一場聯賽都好都會認真去對待啦，即係唔會係因為亞協杯而影響到個聯賽。但係我哋都希望做一個平衡，就係話可以俾多啲機會嘅青年球員啊。而家呢段時間，我覺得佢哋係一個機會啦。咁希望青年球員去把握呢啲機會去表現自己。其實比賽嚟講咧，冇咩邊場係易打咯。加上人哋今日一開始就防守住我哋，擺咗好多即係主要係防守咯，所以我哋進攻起嚟有啲困難。咁其實你覺得九龍灣呢個草地嘅質素？場地我覺得應該係唔係咁好啦，已經大家睇到即係都凹凹凸凸啊，仲有。即係比較淋啲咯個地下。咁另外亞協杯對住泰國，其實你自己有冇咩目標咧？呢場波？我哋希望喺輸波嘅情況下爭取勝利。咁你自己個人嚟講咧？希望爭取入波。